哎，那乔好不是很特别，给我消息。 没往下闪，往下闪了就可以 Q 了。感觉我这样好亏。怎么这样抓的？光。 血亏是亏了，不过还好。不买多人剑是因为你这样买可以多一瓶药，打铁男他带传送没什么压力，我就这么买，这样可以省很多经济。如果你买三瓶红以后完就可能补给不了，不去。 再一下你就死了。这铁男好像不太会打剑魔，剑魔如果第一套打你不交 W， 你第二套就要小心。懂我意思吗？ 哼哼哼，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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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卡像结束了吗？还好，打青钢影丘咳血血手的剑魔算什么？也不是啊，不要看装备啊，装备有些有时候有作用的，但是你不要无脑套公式。 咳血跟血手是你队友厉害，这个装备才厉害。主播为什么不出？是因为主播的队友一般都不厉害，所以说我只能出穿甲，出穿甲自己就厉害了。但自己厉害不代表你队友说就没用，这个还是有用的，还是有那么一点点用。 大换大他亏。
has been slain. Enemy is free. <笑>他补啥都没有，结束，我来个CP血，他掉了一波血，我是直接强推，下路又劣势了，我操，那么容易劣势。 这样换有什么意义呢？这样换亏的是我呀！好多打野玩游戏怎么都这样子的，搞不懂，一换一是最差的策略，不要这样子。 选择最差的策略。 Q没打到他，他好像点了那个叫什么来着？复苏，他应该是点了复苏。房子应该在上，不在下。打蓝去了。哇，哎呀！这个房子应该是在上。 还能跑的？他在想什么？不知道我打了很疼，加了五成。 回家，新宠，结束。这个旋转钮一好帅，是吗？谢谢你的夸奖。哎呦，我也想被俄洛伊抽上一边，好爽啊！看着。
不听话拿鞭子抽，还要被调教，哎呦，又害怕又想反抗，哇，这种感觉怎么那么爽？光感觉就有点爽。前方不行，哇，怎么回到血？小时间 A 到死，直接 A 到死。这么变态呀！1857，就两件装备。Q 三锤就好，差一点点，带了一个护盾都没打过。这就是数值怪，这就是数值怪。是的，开大战斗，打一分钟。如此残弱的击打，哎，47。我操，雨露均沾四刀，我好蠢。好蠢的狼，这把可以出破，主要被拖到了，破盾了，知道？可以考虑出一个，神兵刀呗，神兵刀呗。还不走？为什么不走？就不让我杀呀！好烦。我想省技能，没开大的意思。他移速有点快，他面朝我队友，我队友在跑，他直接加速了。全空不是很正常，剑魔的技能又不是锁定，空的特别正常。来喽，一个推了，哎，哇，哎，哎，推了，哎。出来要被关大招，感受我的痛苦。剑魔 Q 锁定就是最强的一种，你还真说对了。如果真能锁定的话，我曾经抵抗，可惜锁定不了。
可能是这个刀的问题，我如果用的是 S9 那个猩红可能就不会有这种问题。我敢在外面走来走去，他们的挽歌应该唱我的名字。来博修去。大的人还蛮多，这房子真不怕死。没拿到什么头，这边英雄有点太厉害了，不好中。哎呀，谢谢四奇老师的飞机呀、谢谢四奇老师的飞机呀、感谢四奇老师的飞机，大气。谢谢七宝的飞机。彗星也能收到，人可以收。强的是穿甲，不是彗星。我操，他埋伏我，什么意思、他埋伏我什么意思？他难道不知道我们 CD 很快的？怎么你们一直在鬼叫呢？我操！哇！我进入身体，不进入生活。再一个 Q， 哦，哎呦哎呦！一个棋子戳死，哎，一 Q 过来了。啊呼啊呼！还行，踩一个二塔子。真赖皮。真是有够烦的，这跑这么快啊，这路浪费了个大招，不过把铁男的闪骗出来，怎么感觉这皮肤都 Q 这么短？太喜欢这一招了。
不是吧？全给你们宰完了。还是杰拉斯的，他们居然全被杀完了，这你受得了？那怎么不滑？你怎么不滑？再滑快一点呢？我要看你表演。滑滑滑，那么喜欢滑，滑来滑去。他好快乐似的，一杠四。不过这亚索玩的也没啥问题，他只是打俄洛伊打不了，这中单两个人自爆了。魔切俄洛伊啊，这么屌！我操！我开始割眼了。魔切俄洛伊，有二区位，还跑去蹭人家一下。我不能死。这是谁？哇，受不了了，一定要 Q 闪来一下。操，你是神经病啊，我带套的好不好啊？你以为我不带套的吗？真是的，这无人在想还闪过来追。这 Q 闪必须要爽一下，兄弟们，杀不死也要爽一下，知道吧？杀不死也要爽一下，这 Q 闪不爽不行。发了个，确实带套的，确实带套的。干死他的！生女这个小想跑，还真给他跑。好痛！我操，一的直接上嘴里了。我直接一个 Q 三，真是的。哎呦哎呦，还木已成舟，成舟啊，成舟，真是。太爽了，一剑拿下全体大敌。露露爱好者，害怕别怕，一视同仁啊，不会的。